中信兄弟在今天7月14号是在台南球场顺利的抛下了黄色的彩带，拿到了今年中华职棒31年上半季的季冠军。我们上半季冠军，麻烦各位来食指，给我食指 ，Number One， 掌声鼓励。感觉还是很爽啊，很开心啊，因为第一次在一局比赛就可以有这个机会抛下彩带，对，很开心。你是谁？去教练团，好，给我这个。谢谢教练团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也谢谢教练啊、学长，在我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会给我一些鼓励，然后。有什么问题我都会问他们，然后他们很乐意帮助我，然后谢谢学长跟教练们，很开心就能够先拿到上半季的冠军嘛。那当然还是要好好准备嘛，因为这只是上半季而已，当然是最后的目标当然是总冠军了，所以今天开心一下就好，那之后还是把自己准备好，那继续帮助球队这样子。当然是要先感谢教练团他们嘛，对啊，就是给予我机会，那也相信我的能力，那自己有好的表现，当然是最开心的事情了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不是逃脱。这样。讲一下你现在的心情，拿下三冠军。这一路以来，就是一开始也没被，可能没被很怎么讲，很看好啦，然后大家也。一直努力，然后秋哥才是真正的那个领导大家的一个赢家，对啊，然后现在心情啊，我就很开心。好了，现在要问什么？其实很开心啊，因为我打第十场以后就受伤了嘛，然后这两个月以来。然后年轻的选手施琦，然后志豪他们都有把球队 hold 得非常好，非常团结。我只是上来是可以打，我就尽量帮助球队。那这些的功劳其实都是在我受伤之后，那些球员，然后教练团，然后球迷一起努力打出来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很为他们开心。然后我还会继续把我身体状况调整成更好，为下半季准备，为总冠军赛准备。对。当然是很开心啊！那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很辛苦哎，我觉得蛮辛苦，包括不是只有我，然后整个团队真的都很辛苦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其中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特别辛苦。对啊，我个人是觉得很辛苦。那好险，今天队友们真的是很给力，然后拿下上半季的冠军。我们虽然年龄层有点，大家的最小的跟最大的有点差距，但是我觉得就没有那个隔阂啦，然后大家都像朋友一样，因为常常你就会看到学弟都会去闹学长，对啊，我当学弟的时候我也会闹学长，我当学长的时候也是被学弟闹，也刚好我是蛮会带气氛的学弟，就是其实在野手攻击的时候，我其实他们打出去，我都就是很嗨那种，然后每个我都会帮他们加油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要团结，我们才能拿下每一场胜利。很开心啊，就是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嘛，然后大家开心一下子，还有下个阶段，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，就是大家都很努力的看待每一场比赛，就是不管就是我们每个投手每个野手就是。一直都很想要拿下每一场的胜利，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封王之后，终于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再去挑战下半季的冠军，这样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那下半季我们还要再更努力一点，然后拿下来。拿下这座冠军。你坐前面。然后
所以其实每一个选手，谢谢这个，特别谢谢学弟们啦、啊。然后在球场上，他们的心态真的，我有在看比赛，心态都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来越凝聚了，跟真的不一样了。因为打赢球的那种氛围越来越多了，然后要赢球就变成越来越，也不是说轻而易举，就是几率会越来越高。野手也好，投手尤其是年轻的投手，俊伟啊。然后再起者，我觉得还有琼啊、Kevin 他们都做一个蛮好的一个角色，保护了这个球队，把胜利都保卫住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封王。就是学长就是带我们嘛，他们怎么做，然后我们自己看他们做好的，我们会慢慢跟进，慢慢跟上，然后有好的事情，我们会就是多做这样子，才会有很好的团结，就是凝聚力在一起这样子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是非常强的球队，然后也很相信我的队友，对，那也希望他们可以相信我。然后我们都其实，在维园圈的时候都讲过了，对，那很开心他们也都很努力，然后很谢谢他们，真的。对啊。谢谢。什么话对队友说？都一起拿下上面。没得啊，不行。我觉得大家都对自己的表现就值得肯定，然后也不要说自己表现不好会害了球队还是怎样，就是大家同一个团队，就是大家都是最棒的这样。就是真的谢谢野手打下来这些分数，对，然后我们投手就是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守住这个分数而已。大家再继续加油嘛，啊，我爱大家，我爱你们，这样我爱你们，然后我们一起拿下总冠军。最重要是球迷一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，然后疫情结束的时候他没有进场，我看到非常多球迷，然后很感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当然了、啊、要感谢球迷，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比较好的表现，也比较没有机会在上面嘛，那今年有打得比较好一些，那也谢谢他们不断的支持，那没有离开过，那谢谢你们，谢谢球迷。谢谢他们，不管在我们可能因为前面几场吧就有机会封王，然后但是没有那么顺利，然后谢谢他们一路跟到台南，然后陪着我们，然后谢谢他们。不管我们输或者是赢，大家一起开心，然后一起分享这个喜悦，然后也谢谢他们，然后大家都辛苦了这样子。我们一定会不断的继续努力，然后拿下下半季的冠军，然后拿到总冠军门票，再拿下总冠军。首先谢谢球迷，然后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支持中信兄弟，虽然我受伤，他们还是开始进场的时候就一直支持着球队。我去当过球评，然后这些球迷也是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告诉我要好好的休息，然后等你好我就再回来。我相信这些球迷我都收到了，谢谢你们。那我还会继续努力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拿下总冠军的。秋哥压力也真的还蛮大的，他在找我上来的时候，他其实很犹豫啦，因为他怕我上来的时候又受伤，他怕害到我的生涯，职业生涯，所以他很压力还蛮大的。然后过程中这样跌跌撞撞，然后到今天终于封王，我相信他一定是释放所有的压力，然后眼泪就哭出来了。真的辛苦秋哥，辛苦所有教练团，然后一起协助秋哥，然后我们才拿下这座机关机。秋哥原本为了这个总教练可能压力很大嘛，然后自己也觉得很像，就是我说的可能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还是什么，然后因为我们大家既然在同一队，是同一条船上，然后也不会说他，毕竟他秋哥了解我们，就是沟通还是什么都做得非常好，就是他了解我们球员，然后接着他的作战，然后他的神调度，对，他是我看过最好的教练。谢谢这些球员，谢谢他们。应该是谢谢这些球员很卖力的，在我这么经验不足之下，然后可以一路追赶过来，
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我想选手都很尽力啊，所以这一方面其实开心几天就好。那我个人在总教练的部分我还要再继续努力。